这里扎了个洞，早上是给我疼醒的。我这长的这是这个痘长的地方好像那种媒婆痣，笑死！我觉得你大姨妈肯定要来，我一般那种地方都是内分泌。希望她来。啊，光看这个树，我感觉我在三亚呢。是不是叫那什么棕榈树啊？就哇，坐一天。有，我坐到了皮卡丘。欢迎乘车。就我一个人呢。你去哪儿，同学？我去。四食堂那个点儿。我准备走这条没有人的街。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没有人，这块好像是二教的门口，没有人。哒哒，深夜拿铁，哇，好舒服哦。等我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口罩稍微卸下来一下，好空啊，这边也是。可能中午的时候这边这条路上人特别少吧，都在休息。这颗豆真是
什么时候踩脏的，无所谓，算了，衣服乃身外之物。发现这里没有什么小动物，去找找小动物吧。好了，坐坐停止。看见一只天鹅，我要去。它在这里。我现在特别想上厕所，但是为了美景，我忍了。我受不了了，我要骑车回来。我还是局促的上了这辆车。